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らラ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らラ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ーシ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我完美莫南在第二学期也会作为班长继续为大家鞠躬尽瘁的，请各位同学务必在第二学期的班长选举中多多支持我，请多多支持。王伟同学一大早就干劲十足的呀，还和他妈妈栽了一样的头巾。站在那边的三一级四班的三位同学，你们早上好呀。莫南，你没事吧？真可怜呐，痛痛痛痛，飞走吧！我没事的，母亲大人。要知道我的头上可是扎了这条由我最亲爱的母亲大人连夜制作的，包含着母爱的头巾，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痛苦，我都能够跨越。莫南，妈妈一定会一直陪伴莫南的，无论如何你都会当选的，请你一定要多多关照莫南。请多多关照，请你多多关照。各位同学，我是完美，我是完美莫南，请大家一定多多支持完美莫南。话说回来，完美同学的妈妈还真是很勇敢呢。嗯，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早就回家去了。母亲大人，她能那么勇敢，完全是出于为我着想才会这么做的。我的心里满怀着衷心的感谢。各位同学，明天中午的学校广播将会有一期特别制作的广播节目播出我们三年级四班的班级活动，所以现在我想先在班里选定三名代表参加节目，请问有没有自愿参加的？什么特别节目？我不想参加，我一定会紧张的。如果没有同学报名的话，那么就由我班长完美莫南出任参加节目的代表之一，另外两名代表大家请抽签决定吧。那么根据全班抽签的结果，三年级四班的代表就是我完美莫南、野口孝子同学还有樱桃子同学。讨厌，怎么会是我？这次直播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哎，小丸子要播报校内广播。是这样。你一定要记得好好说话啊，小丸子。这些我知道了。第二天，小丸子，今天一定要加油哦！两位早上好。完美同学，你这副打扮是要干什么？今天可是我完美莫南在全校师生面前说话的大日子。总而言之，母亲大人特地让我穿上了这套正装。打死我，我也不会穿那套衣服的。可是说到底，只是校内广播，根本看不到你穿的衣服。哼。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由三年级四班的同学们为大家讲一讲他们的班级活动。怎么办？真的要开始了。虽然你面对的只是这个麦克风，可是全校师生都在听着的，绝不能这时候掉链子呀。可以开始了。我们班的同学在开校运动会的时候，每天早上和下午放学以后，同学们都会聚集在一起练习，齐心协力一起努力。七夕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都在签条上写下了愿望，装饰在教室里。唉，虽然还有话想说，但还是算了吧。
喂喂，轮到你了，婉伟同学。那次以后，那个。总而言之，我已经完全忘记我要说什么了。怎么办呢？必须再说点什么呀。研究会。啊，对了，研究会。我们班级根据各位同学的爱好，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我加入的就是搞笑研究会。记得有一次，我们研究会决定在联谊会上表演讽刺短剧。轮到我表演放屁的时候，我本来应该发出噗的声音，但是当时我忘记了。那次表演糟糕透了。小林那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呀？广播里那个是英同学的妹妹吗？好有趣。你在家里的时候会和她一起表演讽刺短剧吗？小蚊子。欢迎回来。我回来了。你今天怎么样？校内广播的节目，你的表现还让你满意吗？你这孩子真是的，就不能在节目里好好说话吗？可是我也没办法呀，都是因为小丸子的节目让我在班上被人嘲笑了，男生们全都笑话我，今天我可真是丢尽了脸。第二天，今天我就做莫南最喜欢的天妇萝卜。哦呦，这是真的！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哦。我是相扑选手，谢谢大家。我也来。母亲大人，阿姨您好，你们好。婉伟、莫南，你现在就立刻跟母亲我回家去，真是抱歉了。母亲大人，莫南和英同学在一起玩，是一点好处都不可能会有的。我刚才向班上同学的家长打听过了，听说昨天的校内广播节目，英同学居然说了不雅的话，结果被全校同学嘲笑了，是不是啊？那其实……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变成冰淇同学那样的人了。母亲大人，事实上，交朋友要经过认真的选择。母亲大人，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三年级四班的班长，总而言之，全班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讨厌刚才说了这种话的母亲大人。怎么了？莫南他居然会反抗自己的妈妈了。第二天。婉伟、莫南，现在跟我回去。我不要。今天我要和英同学他们一起走回去，我们走吧，快点。莫南，再见。婉伟同学，这样好吗？婉伟会这样还真是少见。没事的，这有什么不好的？偶尔不听妈妈的话，不是很平常吗？是的。各位同学，早上好。我是婉伟，我的全名叫做婉伟莫南。早上好。我在第二学期也会作为班长继续为大家鞠躬尽瘁的，请各位同学务必在第二学期的班长选举中继续多多支持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忘记带这个了。我不需要这个。莫南，你不是说过只要有了这条你最亲爱的母亲大人连夜制作的满汉母爱的头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你都能跨越的吗？如果没有这头巾的话，你的班长选举，即使没有母亲大人这条头巾，下一任的班长我也一定会当选的。我还是你的母亲大人，而你还是不是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大人的小莫南？真是太好了，给你。英同学，这一次
我完美莫南又被鹰同学给救了。其实那天的校内广播，话筒前的我因为太紧张了，竟然把要说的话全部都给忘记了。那个时候是鹰同学代替我，突发奇想，努力找话题帮我打圆场。原来事情是这样啊，莫南，这次是妈妈误会你们了。鹰同学，也请您一定要原谅我。哎，没事的。原来这次王伟同学那么反抗妈妈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我呀。第二学期的班长选举，请同学们继续多多支持我完美木南。请多多支持。这块好像大一点，欢迎回来。哼。你太过分了，为什么要拿那块大的？哼，真是的，我为什么不能选别人当妹妹呢？不是告诉过你以后要好好说话的吗？看来姐姐还是没有原谅小丸子。小丸子憧憬悲剧女主角。感觉很冷啊，对不起，钱都用来买药了，连衣服都没办法给你买。别担心，我一点都不冷。妈妈，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呀。坚强的孩子。就是啊，跟这个孩子比起来，你们不知道有多幸福呢。要懂得感恩哦。完全是受其牵连。真过分，妈妈真是的。不过要是能当悲剧的女主角，我还是有点向往的。悲剧女主角？没错，就像灰姑娘的故事那样，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子就突然出现了。王子殿下，来。当个悲剧女主角。第二天，现在大家把作业交上来吧。老师，有什么事吗？替山同学，那个我忘记带作业来了。替山同学居然也会忘记带作业啊？真是少见呐。怎么会忘记了呢？那个，因为昨天我妈妈突然感冒了，我得洗衣服和帮忙干活，所以就对不起。替山同学真是好温柔啊。替山同学就像是昨天电视里的孝女一样呢。原来是这样啊，真是辛苦你了。碰到这种突发的情况，那也没有办法。哎，这样就可以不交作业了。小丸子，你不会突然觉得有点羡慕他了吧？真好啊，小丸子。替山同学，这个，给你。你要打起精神来。谢谢你。我说小玉，我们去公园玩吧。对不起，今天我要帮妈妈做家务。帮忙做家务啊，真是辛苦你了。也就是说，小玉，你今天的作业不做也是可以的了，对吧？作业我会好好做的，如果我帮助做家务，作为奖励，妈妈会做蛋糕给我吃的。有蛋糕吃真好。我回来了。回来了，小丸子。妈妈，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是有点儿。这样也许是个机会。妈妈，你不要勉强自己了，快去休息吧，这些家务我一会儿会帮你做的。真是好冷啊，要是出门的时候穿件外套就好了。为了生病的妈妈，我可千万不能认输啊。欢迎光临，小丸子，这么冷的天你都不穿外套吗？果然小孩子火气旺。我是在帮生病中的妈妈跑腿采购呢。生病了？就是啊，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得振作起来才行。如果有钱买外套的话，还不如省下来给妈妈治病呢。那真是辛苦你了。只要想着妈妈就会好起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天气冷呢。小丸子啊，妈妈，
是我，又在做什么傻事了？哎，我又没做什么，可是你现在必须要好好休息。你在说什么呀？你没带钱包，也不穿外套就跑出去了？哎，钱包？哇！妈妈，你还好吗？没关系，我们到家后，你还是快点去做作业吧。好的。打扫、洗衣服，灰姑娘每天都得做很多家务。衣衫褴褛的灰姑娘一直过着艰苦的日子。后来，灰姑娘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果然，最后还是会有好事发生的。第二天，我回来了。哎，我去医院了，妈妈留，妈妈生病了，这样我也可能成为悲剧里面的女主角了。今天不用做对称衫的作业了，老师不会生气，说不定妈妈还会有奖励呢。丸子啊，我们回来了。欢迎你们回来，这么冷的天气还去老人会工作，实在是辛苦两位了。他是在模仿什么电视吧？我们呢不是去工作，是去老人会闲聊的。看起来要下雨了，还是先把衣服收进来吧。衣服我来收好了，奶奶你快点回房间休息去吧。家，姐姐大人，你是怎么了？好恶心啊！卷筒蛋糕看上去很好吃啊，我现在就来给你泡茶吧。谢谢你了。好了，我也要吃点心了。啊？为什么我的蛋糕比较小呢？啊？我果然不是这个家的亲生小孩，怪不得跟姐姐比，我的点心要比她小。小丸子，把抹布拿过来。不行不行，我是悲剧的女主角，只要战胜了这个困难，好事就会发生的。是，我马上就来。小丸子，没事吧？我的点心。丸子，你没受伤吧？没有。真是的，你怎么能想出来用脚来开门呢？对不起了。我去拿抹布来吧。还是让我来收拾干净吧。肚子真的好饿。怪不得突然觉得脚有点冷呢。哎呀，感觉好像真的变得很悲惨了呢。丸子啊，爷爷，你怎么了？丸子，没什么事情，对我太好的话，爷爷也会被说坏话的。什么意思啊？爷爷，我大概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吧。你在说什么呢？所以我才会一直被姐姐欺负，妈妈也总是对我发脾气，穿别人穿旧了的破烂衣服，就算是吃点心也都一直比姐姐的小。丸子，不过能让我留在这个家里就是我的幸福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变得和灰姑娘一样幸福的。丸子啊，爷爷，不管你说什么，丸子都是我可爱的小孙女。对了，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想吃的零食吗？爷爷什么都会给你买的。哎，好极了。来。终于，我的幸福终于也来临了呢。感冒好些了没？没事，我已经吃过药了。丸子啊，星期天我们去购物怎么样？去购物？你们要去买什么呢？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丸子帮着干活，
他可是个好孩子。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我想买点他想要的零食作为奖励。没有那个必要吧？不行，这次不管谁说什么，丸子都是我的亲孙女儿。真的不用了，爷爷，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妈妈，有时候应该疼爱一下丸子嘛。不是的，爷爷。我一定要好好表扬一下努力干活的丸子。哦，小丸子真能干呢，帮了妈妈大忙了。嗯嗯。对了，小丸子，帮忙干活是很乖，可今天的作业做完了吗？今天好像没有布置什么作业呀。你又在说谎了，今天的作业有很多吧？你怎么会知道？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冰淇的妈妈，她说的。但是我没有被布置作业呀。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只有一个人没有作业的。小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的，你这个孩子怎么老是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好啦，妈妈，勉强自己会伤身体的，这里就让我来帮你收拾吧。还没玩够吗？快回房间做作业。这不可能啊，就算现在开始做也不可能做得完的。那也得给我好好努力一下。真的做不完呢，姐姐帮我一下吧。不行，太没情义了，是你自己不好吧。我的神哪，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样不幸啊。明明帮忙干活了，却还要做成堆的作业，丸子总算是成了悲剧女主角。难道这就是悲剧女主角吗？不会吧，人家都拿到了人偶胸针之类的礼物，真羡慕啊。我最近收到的只是一个门把，就感觉酥麻麻的东西而已。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爸爸的礼物和想要知道酥麻麻的真相，敬请期待哟。